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，要由中国人来决定。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，尽最大努力，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，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，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。这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，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。国家统一、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，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，也一定能够实现。